有网友提问，我老公特别喜欢打牌，每次都下定决心要离开他，可是过几天就会不由自主地想他，想家，想孩子，可我又不想再痛苦，再流泪，再失望，我该怎么办？夫妻之间是一场深厚的缘分，当对方犯错的时候，我们的确不应该离开，应该帮助他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。但如果你已经仁至义尽，对方依然执迷不悟，我觉得是时候应该想想自己的路。